特区政府将继续根据基本法一个中国的原则，以及中央政府处理香港涉台问题的基本原则和政策，稳步推进港台关系，继续鼓励两地民间交流，发挥好香港在两岸关系中的独特角色。香港的实践证明，一国两制是香港回归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。香港将继续当好一国两制的先行者，抓住国家发展的机遇，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，保持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，更好地发挥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，为推动实现祖国统一大业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贡献。